关于最近的这个闭关锁国的这个东西，我想跟朋友们也聊几句。朋友们，是我们在聊任何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的条件下去谈这个历史的政策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观念去谈以前历史的问题，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也去还原当时的历史条件。当你处在当时的一个历史条件下，你会做什么样的决策？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方式。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能在当时那个政策下，为什么要出现那么一个政策呢？对吧？就像我们理解这个闭关锁国，你在现在全球化的这个立场上，你现在享受了全球化的好处，你当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去闭关锁国呢？你当然不会理解。所以说，我们如果理解他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还原到当时明清的那个场景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当时这个东西。那么当时明清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或者说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虽外界呢，那么世界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世界那个时候就是殖民主义兴起的时候，欧美在全世界横冲直撞，那个圈抢占那个殖民地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说，当时的明清统治者也许不了解世界的情况，但是他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外界对他们的这种威胁。毕竟中国有个北方的强邻叫俄罗斯，俄罗斯它在明清这两代期间一直在向东扩张，尤其在那个清朝的时候，跟中国打了好，跟当时的清朝政府打了好几场战役，所以说，明朝那个清朝对这个外部的威胁，实际上比较感受这么一个强烈的，所以当时中国在那么一个农业国的情况下，所以他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的自己这种东西，否则的话，你一旦参与全球大分工的话，你作为一个农业国跟人家一个工业国去进行这种 PK 经济上 PK 的时候，那么你势必会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这种位置。其实只要想想看就能知道，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只能出口这种农产品，而对方是一个工业国，可以生产那种非常复杂的机器设备和那种复杂的那种工业制成品。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经济复杂度非常的低，而那些英美国家，它的经济复杂度非常的高。那么，当一个经济复杂度低的国家和一个经济复杂度高的国家发生一个这种全球的这种交易的时候，那么这只会强化那种经济复杂度高的国家的这种优势，而反过来会削弱这种经济复杂度低的这种国家的这种优势，甚至它会把这种经济复杂度低的国家的这种劣势进一步扩大。这就是为什么东欧和西欧，它这个经济差距这么大，就是因为东欧它就跟中国一样，基本上它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那种出口简单的那种，经济产品的那种模式，而西欧它发展出了工业革命，所以说它可以搞那种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制造，所以当这两者发生交易的时候，西欧的优势就会加强，而东欧的优势就会被削弱。这样长此以往，那么西欧将会占据一个优势地位，而东欧将会逐渐处于一个落后的这么一个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外部的这种安全，对吧？英美和还有俄罗斯在国际上面横冲直撞，就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你作为一个农业国，你不得不寻找一种办法去解决你当时面临的一种困境。当然，我们说这个闭关锁国这个政策吧，我们可以放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去理解，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政策它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因为从后来历史发展角度来看，闭关锁国政策并没有阻挡西方国家的入侵。1840年鸦片战争，对吧？包括后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你不管把门锁得多紧，它最后坚船大炮还是会打上来。所以说，闭关锁国政策肯定是一个失败的政策，但是放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你只能这么搞，因为你是个农业国，你根本没有工业底子，你根本就没法跟他们抗衡，那你就只能关起门来自己搞孤立主义吧。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包括历史上很多国家其实都在建国初期搞过一定的孤立主义，包括英国的光荣独立，英国光荣独立那可是上百年的传统，还有美国在建国初期搞的那种孤立主义政策，其实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才开始在全球搞那种，才开始干涉全球事务。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是不这么干的。美国只关心自己国内的事务，你外国怎么样，跟美国没关系。这就叫孤立主义。所以，当时在孤立主义，美国孤立主义盛行非常的年代，其实这股势力很强大，以至于当时阻碍了美国去参与这种世界上这种冲突的这种意愿，包括当时那种。比方说日本入侵中国，包括那种希特勒在那个欧洲搞事，直到1941年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其实没有直接参与过这些国家的援助，顶多没有参与过这些国家的冲突，顶多是给一些援助什么的。这就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因为他不干涉其他国家外部这个政策，他只关心他自己国内的这种政策。其实闭关锁国也是一种，只能说是一种比较严厉的这种，孤立主义。他把这种对外贸易都基本上都禁绝了。他不像那个孤立主义他只是禁掉了政治方面的这种东西，但是经贸往来是有的。所以说，在这种从属上，实际上那个闭关锁国或者说锁国政策，它属于一种比较极端的孤立主义的一种倾向。但他仍属于孤立主义的范畴，这个我们要明白。所以说，中国当时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放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是没有问题。只是他这个政策是失败的，我们只能说他不应该采取这个政策，他可以去采取一些别的政策。但是如果说当时中国只是个农业国的话，留给中国的选择其实真不多，你完全不可以指望一个农业国家的清朝。怎么去发展工业文明？它根本就没有发展一个条件。从客观上讲，工业文明其实还是西方入侵中国以后才产生的。西方入侵中国，跟中国打几场仗，中国都失败了，所以中国才开始搞香港工业、搞洋务运动，对吧？搞那个乱七八糟这种西方的东西，这都是逼的。但是这不是说西方入侵中国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他只是从客观上导致了这么个意图，不是主观的，这个我要明白。那么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去把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要把历史问题放在当时那个场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还原当时一个历史条件呢？就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决策都是受限于我们当前所处的一个历史条件中的限制之中的。就比如现在中美关系的恶化，它就是对我们中国做出选择的一个历史条件的一个限制。对，如果学术化这么讲的话，它就是这么一个限制。然后现在中美关系已经恶化了，你有多少种选择，对不对？你只能去这么选、这么选、这么选，而不是说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没法干到的。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啥呢？就是你生活在社会之中，你要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一些限制，你只能说在你这种所受到限制之中，所提供给你的那些选择之中，选择一个对你来说最有利的这么一种选择，或者说你认为最有利的一种选择，只能是这样。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包括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国家也是由人组成的，世界是由人组成的，只要人组成的这个社会，它就一定会对产生一些人和人的这种关系的交往之中，他就会对一些人的选择就会产生一些限制，包括这个社会也会对他的选择也会产生限制，它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国家这个整体来说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一种历史客观条件变化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选择真不多，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责怪当时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感觉好像看起来很愚蠢，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时那个历史条件还原回来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当时作为当时的统治者，你其实能做出选择，只能是那个，或者说你也做不出，甚至你还
也许会做出比他更糟的那种选择。所以，我们面对历史条件的这种约束的时候，我们只能去尽可能的去决策出一种对我们最有利的一种方式的选择。我们当然都希望事事顺利，事事如愿，可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能掌控得了的，有些很多事情都是不随我们掌控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得去学会如何去与环境如何与其条件如何与这种限制去打交道，然后去做出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决策。我们只能是这样，只能是适应环境，有时候很难去改变这个环境。比方说中美恶化这个环境，我们就没法去改变，它已经成一个大事了，不是说谁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它是一个历史大趋势这么一个所致，我们也没办法。当我们身处在这个历史大趋势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选择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些有限的选择和有限的条件下面，做出最有利于我们利益的一种选择，只能是这样。包括在历史上也是那样，因为每个历史时代、每个历史条件都会提供不同的历史条件，还有施加不同的历史限制。他们只能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做出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也是他们能做出的唯一一种选择，只能是这样。